看一下双方先发球员，新北玉龙林伟汉、周世元、胡凯翔、吴一冰还有 Neville。 台湾啤酒则是蒋玉安、朱义宗、黄聪汉、周伯勋以及 Leon。 球也有点危险，再回给黄聪汉，外线的空档跳投出手，三分球进，回给周世元，切中间拉杆的一个上篮，出手差点得分，给吴一冰。No post 要单打转进去，反手的一个插板好球啊！那周伯承预计在下周的比赛才会归队。哇哦！再出来去找周轩，外线起了出手距，听到球毫不犹豫直接拔起来出手。黄聪汉外线的三分球，点五场了，各队成绩都蛮接近。Daniel 的外线三分球，这是他的强项。朱一中篮板球拿到，李岩靠在对方身上的出手得分。回给 Luke， 外线的三分球再来一颗，哇，这个球发的危险，被潘冠汉抄走，往前长传漂亮，也是两罚都没进。周伯勋抓下进攻篮板，和中间的一个切入再传掉了。海滨队前面是一个快攻机会，李奇明的上篮球进，张雨林杀到篮底下的上篮擦板得分，对十五，转到底线外围的三分球跳投出手得分入，球再出来。外围的三分球跳投出手得分 ，shot clock 剩十三秒，外线再起，再来一颗，这让 Neville 可以干扰到了。李岩的动作还是比较粗糙一点，对，而且你看团队失误次数，台啤五次，玉龙四次，篮下的插板得分的是吴一冰，周伯勋尝试一个中距离跳投得分，极小的三分，李岩抓下进攻篮板，这个球 A 哇，哎呦，这个底线球没有接好。快攻机会，蒋玉安跑在前面上篮得分。现在台北的防守啊，很黏啊，我们先看到林完正，李奇明球带到底线，这是一个中距离的空档，蒋玉安把握住了。张雨林切入，球到底线，周伯勋外线的跳投三分球差了一点。李德威一个中距离跳投，哎，两把对方推开，回给李德威中距离跳投出手，距离五十秒不到告一段落。哇，这球直接被抄走，被柯明豪抄走。在前面的一个上篮出手得分，分。再给张雨林底线跳投出手，距离。要给周伯勋，篮下硬打，擦板得分进去，还要传。篮下出手，胡凯翔再拿到，扑上来。在三分线外跳投出手，距离。对，就是他命中率比较低了，而且防守漏人了。这个球裁判 no call， 快攻机会，周轩的 finish， 十二分的差距。到底线，这是一个 wide open， 吴凯翔把握住了，再救回来，到另外一边去找王浩吉的跳投出手距，李凯燕到底线，台山的跳投出手得分，戴布的中距离跳投出手得分的是吕奇明，不正常，有时候你知道球员的心态，回给周轩，玉龙队的进攻球交给卢冠良，外线跳投，这是一个三分，半的时间当然有机会，但是每一波要守下，不可以看陈昭上来。球再送出来，塞进去，好球！切入拉开那个上篮没进，奈维尔抓下进攻篮板，这是一个 Edward。蒋渊在罚球线的接近跳投出手距离，八秒，如果好的机会就直接打掉，像这个好的机会就打掉。哦，但来到台鹰队真的非常的 match 合适。转身，蒋渊地板球传得漂亮，找到陈兆豪，郭昭南要自己来，左手的一个插板得分。金九是两胜，对，还有可能三胜，有可能三连胜。外线柯敏豪的出手得分，好，最后就让时间自己流逝掉了。